在愉悦烤年糕里头，可不是烤出一些平凡的年糕就算过关哦。这一些被烘烤或是被食用就感到愉悦的神秘猫型生物才是我们的主角。游戏的流程很简单，首先挑选自己喜欢的食材组合来捣成年糕，接着就是上炉烤咯。随着时间的经过，年糕猫们就会渐渐的膨胀，只不过可别操之过急，记得要在它们看起来最舒服愉悦的时候起锅哦。把这些年糕猫拿到摊子卖掉，当作经费研发出更多品种，推广到全世界吧。